就在这儿露营吧。用亲近大自然的方式给点点庆祝生日，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呀！爸爸妈妈，我好开心啊！你们最好了。<笑>我们还有一些东西需要整理，你来负责准备食物怎么样啊？好耶！玉米是生的，馒头是冷的，怎么吃啊？ 我来帮你。让火来烤熟食物。树虫，这是你的法术吗？我只是用火柴点燃火堆而已。嘿嘿嘿嘿，一个小小的火柴就能燃起这么大的火花，好神奇呀！ 火对人类来说可是进步的象征哦。进步的象征是什么意思啊？嘿嘿嘿，你看好喽，点点。很久以前，人们以生肉为食，一次雷雨后，森林被雷电击中，引起山火。等山火灭去，人们发现被火烧过的动物肉非常香。 便知道了火的好处，开始想法制造火种并保存下来。对呀，吃被火烤熟的东西就不会肚子痛了。那你想知道火字的来历吗？想知道。嘿嘿，毛毛，轮到你了。火是一种发光发热的化学反应，温度很高，是能量释放的一种方式。 人们常用火来代表正义和热情的精神。充满想象力的古人根据火焰的形状造出最初的甲骨文火字。金文火字则是在甲骨文火字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，把中间的火焰写成一竖，把两侧的火焰写成两点。 到了篆文，又将金文火字中间的火焰形写成了人字形，两边的两点写成两撇，将火字写成了这样，之后演变为隶书火字。 点点，快帮我加点树枝吧！我来啦！以火为主，还能组合造出电灯的灯，灭火的灭，伙伴的伙。当火用在底部时，可写成四点，造出热、煮等字。真没想到，火字还能衍生出这么多不同的字呀！点点，哎，爸爸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！ 点点能用火烤熟了玉米，真棒！只是叫你把食物摆出来，怎么还生火了？多危险啊！
我只是想让大家快点吃到晚餐。下次可不允许哦。好了，我们来吹蜡烛吧。谢谢小火苗带来光明和温暖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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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呀天